来谢美美，今天有好消息要宣布给所有的华人，我们5月4号在我们法拉盛的 Casino 公园，在缅甸植物园对面会有举行华人的健康日，完完全全免费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呢先报名呢有礼物送。我们 Lisa 姐是不是非常开心啊 ？Oh my god！自从我吃了康宝的营养奶昔以后，真的对我健康很健康，尤其是糖尿病，还有高血压，还有所有的肥胖症，这些都已经减低了很多。是说我有减肥，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嘴巴馋又吃，所以谢美美，我们的董事长谢美美总裁说，胖姐你一定要坚持康宝的，而且加上运动。所以5月4号就是在缅甸的植物园斜对面那个 Freedom Park 那个公园里面。我们每年都有很多好乐多康宝人就是在那边运动，有专门的运动老师教我们怎么去运动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到纽约的中国城 Flushing 康宝来，欢迎你们5月4号在植物园的斜对面那个很大的公园，我们会有健康日的那一天，我们会很 happy 的运动。 Yes， 我需要运动，然后因为我现在的肉已经减下了很松嘛，所以运动每天晚上的课都有参加，瑜伽啊，在家庭啊，所有啊我们都有参加。但是那一天我们康宝的营养老师会教你怎么样正确的运动，正确的营养的吃康宝来，欢迎大家。还有非常多的好消息，谢谢，很多健康的讯息。因为康宝来呢现在跟美国国家 CDC 防病的协会一起合作，那 CDC 呢在安排训练我们康宝的营养教练，可以呢有政府保险包，那些医疗保险可以包可以预防糖尿病，降低糖尿病。然后呢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可以降体脂，以及呢要一个星期呢150个小时，一个150分钟的已经运动。所以呢我们呢是要带动我们的华人社区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健康。是，昨天我们参加了康宝的世界总裁会，有很多很优秀的成功的律师啊、医生啊，他们辅导我们，因为我们中国的团队太少了，很多美国的团队真的很 happy 很力量啊，支持我们未来的侨界华人要知道更多的健康与美丽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会未来都会走很多的健保卡公司啊，还有很多的医生啊，都会跟我们康宝来团队联合在一起，未来的医疗保险都可以 cover 的，所以一切你们放心。这有300多个医生，然后营养师组成的，它是世界 number one 的，就是康宝的营养奶昔。未来所有的侨界的同胞请注意，所有的医生可以开那个就是那个保证单，就是可以开单，就是给我们来那个康宝来可以 cover 所有的一切。它真的是一杯奶昔增加你一天的营养价值，很 strong 很营养，非常好的产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5月4号见。